大家好，我是小秀，今天来地里拔萝卜了。你看这根萝卜大不大？这一根萝卜就可以炒一盘菜了。哇，这个萝卜大不大？哎，拔回家。我以为这个萝卜很大嘞，太令我失望了。都说夏吃生姜，冬吃萝卜，这萝卜大不大？都吃不完呐。我来拔一个小萝卜吃，看一下味道怎么样。好多泥巴呀。好脆呀，还有点甜味。这些萝卜叶拿去喂鸭子。哎呀，这萝卜真的好好吃哦，以后家里没有零食吃的话，就来地里拔萝卜了。好，姐姐，这些鸭子太胆小了，看见我就跑了，回家炒萝卜吃了。喂喂。